我是建良。今天啊，除了冷之外，还有下雨，这两个加在一起，湿湿冷冷，真的感觉很不舒服。但请你再多忍耐一天哦。礼拜三开始，水汽稍微减少，雨就会和缓下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降雨的部分呢，主要集中在这个北部跟东半部地区，像基隆北海岸地区降雨就特别明显，南部地区也有一些短暂性的阵雨。预计明天呢、这个北部东半部这个雨还会持续的下，湿冷的感觉还是蛮明显的。我们来看到这个卫星云图的部分呢，我们看到这个水汽主要分两边，一边是这个冷气团带下来的水汽，造成北部东半部有零星降雨；另外一边就是菲律宾这边很多的水汽北台上来，造成这个南部山区啊也会有一些短暂性的阵雨。这雨啊，等到礼拜三白天开始，这个雨才会逐渐变小的。那温度部分呢，原本预计这个冷气团可能移动速度比较慢，会持续影响台湾一个礼拜温度都蛮低。不过目前看起来速度稍微加快了，那很快东移出去之后，大概礼拜四的白天开始，温度啊就会缓缓回升。礼拜四、礼拜五温度稍微回升，不过回升的幅度大概也不会很大。到礼拜六的晚上开始，另外一波冷气团南下，温度啊才会再下降的。那这几天最低温呢、大概就是礼拜三的清晨，这个中部以北地区啊，清晨空旷地区可能出现十度的低温，这提醒你要特别注意了。好，接着我们看一下明天天气的部分呢，我们看到这个北部东半部明天都还是会有一些短暂性的阵雨，中南部大概是多云的天气了。清晨的温度还是蛮低的，北部东部大概12到13度左右，中部跟南部也是只有12到14度，所以提醒你明天一早起来啊，家中老人家的话，千万要多加件衣服了。好，接着我们看到全各地区详细的温度预测。北部区温度是12到15度，降雨几率20%到90%。中部地区温度是12到20度，降雨几率20%。南部地区温度是14到24度，降雨几率10%到20%。东部地区温度是13到23度，降雨几率30%到60%。外岛地区温度是7到16度，降雨几率30%。好，最后提醒你，明天一样是湿湿冷冷的天气。那礼拜三开始，这个水汽逐渐减少，转为干冷的天气形态。礼拜四、礼拜五两天温度都会稍稍回升的。以上今天气象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。